岁即位，十四岁亲政，这天下的人都是你的臣民。十六岁擒杀鳌拜，夺回朝政大权。二十八岁平定三藩，剿灭反清复明余孽，绝对不允许分疆裂土、通天换日。三十岁收复台湾，三十六岁驱逐东北沙俄，四十三岁亲征西北噶尔丹。咱们大清无敌天下，康熙大帝雄才大略。中华民族版图，天下一统，皇宇周天，一掌黎明。未来娱乐台荣誉呈现康熙帝国。